天然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哟，领导，早啊。说这报告写完了，没工作可做了。有啊，早起看搞笑视频，能让一天的工作更有精神。我看你工作还是不够饱和呀，还有功夫去给同事介绍相亲对象。这样吧，二七园区那个电子软件的企业专精特勤申报，你配合着一块处理。这非礼不讨好的事儿，干。哎呀，还是来得太早。姐早。早。我遇精神了吧？小经理，今儿过于光鲜亮丽了吧？不是我哪天不光鲜亮丽啊？你都不记得了？我应该记得什么？昨天晚上，你和我，那个。哪个？那个。你说话说清楚点，好像搞得我们俩有不正当关系一样。什么不正当关系？欠我钱的事情，你都忘了？我欠你钱？嗯。做梦呢吧你？谁做梦了？你铁公鸡一毛不拔，咱俩能有金钱上的来往，你能借我钱？疯了你！什么叫我这种人？你跟我过来。我跟你上哪儿去？我告诉你别动手啊！看就看啊，保持安全距离。女士你好，我是这家酒吧的服务员。据这位先生说，担心您明天起来赖账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句不用说。那我重新来。不用，你接着说。所以呢，我配合他拍个视频，给他俩做个证。今天呢，您在我们这儿消费了8000元，全是这位先生垫的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事，你说你的。李磊，就是跟他毫无关系。然后什么证啊？你就还给我。你不用管他，你说。所以我说，哎，你说这个，那个更怪。哎，那个你可别碰啊！过来。来，把那个椅子给他拉出来，让他坐着。删了。不可能删，我删了你不还我钱怎么办？再说这么精彩的镜头删了多可惜啊，我得留作当纪念呢。哎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明年你是入职待遇8年了哈，到时候给你办一个庆祝仪式，在仪式上把这视频放出来。哎呦，主题我都给你想好了，叫你所不知道的饶姐姐。赵高刚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立马给我删了，快点！我弄死我也不会删，不可能。手机给我拿来。哎，你别抢，哎，快！哎呀，我新买的手机，我刚买半年，10000块钱呢。你看，这屏幕又给你干碎了。谁让你自己不小心拿不住？哎，笑。好了，
开不了机了。你刚说我欠你多少来着？8000。哎，我都没法开机了，就想。你横什么横？加这1万，18000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这破门，等着吧。整的力气还挺大的。你好，你好。我看你们最近这个拓展一部干劲很足啊，士气全提起来了，我就知道找你来准没错。老师，您给我讲了，我们一部的工作状态啊，确实好挺多，不过业绩上还得再提升，现在距离总行的要求确实还有一些差距。对了，老师，我是想着年底之前争取在存款方面再多下点功夫，多拉几个大客户，争取把总额给提上去。好，我发现凡是你小子想干的事儿，就没有不成的。最近跟女朋友相处怎么样？没有因为工作太忙把恋爱耽误了吧？还好。那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结婚的事儿还不急，估计得到明年了吧。哦，那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。嗯，小琪啊。哎，你们年轻人结婚都兴送什么礼物啊？就除了红包之外。主要还是看你与他私交怎么样，分人。就比如我跟小季这关系，送什么合适的？季总啊？啊。季总要结婚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发现你们年轻人都进展很快吗？得提前做个准备啊。开车吧啊。哎。来了之后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天天24小时待命陪领导，好不容易见一面呢，还在这手难得呢，也不知道谁给你颁奖还是怎么。我也不想领这个奖。多有进取感呀。下回别把我和阿姨的班排一起了。别下回了，阿姨，今天你可以先回家了，多余的钱不用退了。谢谢姨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姨，明天见。好嘞。你知道当女子抱有多难吗？我觉得你这个恋爱不是在跟我谈，是在跟你们行长谈。说到行长，他今天问我说年轻人结婚要随多少的。你是不是想？不是，是我们行季总。不过唯一，我们两个是不是也应该？那
胡小宁要结婚了，他怎么没跟我说呀？不是，我们航母系统跟小宁有什么关系啊？干嘛？我这么有钱，怎么能让我闺蜜吃泡面呢？况且社畜一整天，当然得吃点好的才能回回血了。哎，你这一顿顶我两天工资了，咋了？你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我平时对你不好吗？好呀。你要是不想吃这个，等会儿下班我再带你去吃点别的好的。不用了，我最近没什么胃口。那好吧。这就是季玉恒那个什么白月光堂什么会吧？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，给季玉恒找麻烦。婚还没结呢，这就成立共同体了？啊，我们两个虽然没有领证，但是也跟正常结婚夫妻没什么两样啊，住在一起，钱又放在一起，那给他找麻烦不就等于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借口，我看呀，就是看上他。那又怎么样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露营的时候他都对你那样了，你还不知道他的想法？哎，就是摸不准。摸不准你就问，现在马上发微信问。别，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以爱情为前提，而是觉得合适才在一起的。哦。那现在我一个人单方面的想提高对爱情的标准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再说了，每个人都有拥有白月光的权利吧，人家也没错。吴小宁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我哪里是婆婆妈妈的？行吧，事已至此，本小姐再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你就不要管他什么白月光不白月光的，你现在是近水楼台耶。就直接暧昧勾引激情缠绵连环操作，这样就能实现人类生命的大和谐了，知道了吗？哎，还是算了，我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分心。行，随便你吧，你们俩一个嘴不利索，一个脑子不利索，真是磨叽到一块儿去了。以后你再有这种情感问题，可别再找我倾诉了。情感有问题的是你，气进医院的是我，是不信这两年真的被气了。小宁，小宁，房刚朋友，陈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。上次迟到了，一直让你等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这周末有空吗？我请你吃个饭，赔个罪。他在洗澡，确实又被你打扰到了。你喝前摇一摇 ，Q 弹爆有料的畅清谷物爆珠酸奶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戴瑞。银行为工作的利用职务，但不得不便利。
回来的？你一边听题一边做卷子，三心二意啊。嗯，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现在恨不得把我五官能用上的都用上。我来看看。同步率指标这个做错了，案件分析管理系统，这选的不对啊，看看要选哪个。我看看，选 A。哎，确定吗？再确定。这下面管理模式应用系统你都已经写对了，这题怎么可能做错呀？再想想。选 B。确定。嗯。答对了。你就不要管他什么白月光不白月光的，你现在是近水楼台耶。你先说。嗯，我不开心，不是因为生理期。我知道。唐玉辉他虽然叫我师哥，但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说过什么话，也根本不熟。他调到拓展一部，是行里的推荐，不是我安排的。那如果你没跟我在一起，你会跟谁在一起？那如果高中毕业那年，第一个走向你的人是我，你会答应吗？哎，是，生活里哪有那么多如果呀？那个时候你又不喜欢我。生活里没有如果，所以我还是会和你在一起。嗯，我不想这件事了，马上快考试了，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耽误太多时间了，不想不想。嗯，那等考完试以后再说。也太难吃了吧！我真想问一下牛啊羊啊的，他们怎么靠吃这种叶子活这么多年的呀？就凑合吃吧，谁让你看人家其余的六块腹肌，非要找回自己的马甲线的呀？哎，就算你有家财万贯，爱情面前可任凭斗。嗯嗯，你干嘛？嗯，你反正也要学习，那你少吃点。嗨。哎，那谁，你那天不是说什么白月光吗？总得有点压力吧？谁的白月光？挂天上的吗？哟，听你这意思，峰回路转了。他不喜欢唐玉辉。那你说那个爱扎高马尾、娇生爽朗女孩是谁？总不至于是你吧？我管她是谁呢？
我现在就想好好学习，顺利通过转正考试，然后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元旦了。嗯，一看就是最甜的暧昧期。我会跟你说啊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千万不要再往前冲了，就主打一个游刃有余，进退有度，哎，互相拉扯，你来我往的感觉。前两天不是还说暧昧勾引，激情缠绵的吗？那个时候的局面呢，是你爱他，但他爱他，你俩都瞎，那不得只能让诚实的身体来帮你们找找答案了。现在的情况走向了一个纯爱的路线，那当然得小伙慢炖走点心喽。哎，我的爱情顾问，你想吃点什么？我请客，你再给我说说呗。我想吃肉，多给我来点肉。为了你好，还是算了吧。你的马甲线，是哦，还挺有成效的。哎呀，咋了？领导定的 KPI 太难完成了，这眼看就年底了，我还距目标还差了五分之一呢。他会不会因为这个扣我年终奖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领导刚来两个月，而且之前那些亏空啊、耽误的时间，应该不会算在咱们头上。放心吧，他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。理想不能光想，要做，加油，好好干。许力哥，啊，这是$10,000,000的存款，帮我签个字，确认一下个人业绩。1000万美金？嗯，好家伙。这是我爸之前合作过的一个贸易公司，他们每天都有大额的资金往来，所以呢，我就联系了一下他们的财务总监，挪了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结算。行，哎，哪家进出口公司啊？顺爵。行，小唐，照你这个速度啊，转成正式客户经理指日可待了。那我就借许力哥吉言，加油。果然是有点来头啊。一个电话就跟顺爵要来$10,000,000，我之前跟江总磨了几个月，人家大门都没让我们进。他的背景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。不知道他爸妈还缺不缺儿子？你的愚蠢总是那么富有创造力。我们现在算搞小团体吗？不算，我们这是部门师徒正常情感交流。小徒是我徒弟，跟你哪门事？领导，小唐拉了1000万存款美金，可不得了的呀。是吗？嗯，恭喜啊。季总，晚上我想请大家去庆祝一下，我请大家唱歌。是啊，一块儿去啊。我就不去了，晚上我家里还有事。家里有安排。小童，有个事儿。小赵哥，你有事就说呗，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。我这不是怕把你的秘密给暴露了吗？什么秘密？我那个朋友的弟弟，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给你打了电话，是个男的接的，然后说了半句话就把电话给挂了。谁呀？我爸。你爸？啊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爸还帮你过滤男人？啊，我这现在考试备考挺辛苦的，我爸不让我分心，还是工作重要嘛。再说我找对象，我爸妈都要过关的。生女儿就是费心，老父亲又操不完的心。但是女儿比儿子更可爱。幼稚。小童，工作时间不要聊私事。
哎，还没脱啊？哎，你故意的吧？我就是故意的。都说了，得休息一下，劳逸结合，不能老学习。你卫生打扫完了，我功课还没复习好呢，给我吧。不给。哎，给我。说了不给。给我。你算了。别生气嘛，我就是觉得你每天都在复习，总得劳逸结合，适当的休息一下。我没生气。下个星期妈不是可以出院回家住吗？嗯。我怕我到时候没有时间复习功课，想着现在抓紧时间复习一下嘛。原来是因为这个，不用担心，等妈来了，我来照顾她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一个人身体都累坏了，我可以帮你分担一下呀。嗯。哎，那个，书房的床是不是应该换一张啊？妈要是回来的话。都说了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订好了。而且床已经到了。看出省门道了吗？没有，我就看出来季先生你聪明能干，我笨手笨脚的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还行，那以后在行里啊，我是领导，在家里你是领导。那我都是领导了，更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干活吧？要不，我来帮你收拾收拾。那辛苦涂小姐了。不辛苦，我也就只能干点这些活了。差不多了，于恒。哎，要不我在医院再住一阵吧，这住习惯了，这也方便。妈，医生都已经说了，您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出院的。再说接您回去了，也有利于您病情的恢复啊。嗯，那要不我回我那边去住也可以的。回您那边，您自个儿做饭，万一要是再累着怎么办？哎呀，想做就做。想做就叫外卖嘛，饿不着。叫外卖怎么行啊？怎么啦？妈，你不想跟我们一起住啊？哎呦，你们呐，上班都忙，你最近不是还要复习考试吗？那我在，总归是有点打扰。那就是还是想跟我们一起住，那怕什么呀？怕我这个儿媳妇儿不好相处。哎呀，净瞎说。啊，那就回去吧。你儿子盼你盼的好久了，终于出院了。走，回家。嗯，回家。这小两口感情真好，还孝顺，你有福了，好好享子孙福。好好好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回家，回家。慢点儿。这子孙福啊，我也得想想。走了啊。走了，姐，您早点康复。嗯。他嘴在动。不用怕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要不你别光看着，你过来帮帮我呀。不是你说的要自己来吗？亲自动手。
但是他跟我查的攻略不太一样呀，人家的菜谱鱼可以直接下锅的。还是我来吧，这鱼啊现在还没清理，一般这种活呢都是小工去干，你呢作为大厨大材小用吧。是吧，那你先帮我收拾吧，你收拾完了 我再做。嗯，给我吧，你走吧。确定？确定。小心点啊，葱姜蒜记得。哦，好。不是，哎，你别瞎带路啊，是这样吗？这回应该没错吧？应该就是这家。你就是网上那种普信男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说吧，还真在这儿。爸妈，快快进来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呀呀，换鞋吗？换不换鞋呀？来，亲姐，你喝点这个乌鸡汤啊，小宁爸爸专门熬了一个下午的，可好喝了。是吧？哦，他尝一碗。费心了，做这么多菜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嗯，尝尝怎么样？嗯啊，你也来一碗吧。嗯，好香啊！你们来也不说一声，早知道你们做了这么一桌子的菜，我就不差点把家里厨房给烧了。就你那两把刷子，你还敢下厨？你的女儿你还不了解吗？爱逞能，贼有自信，我跟你说，所以她爸爸这点啊，普通而自信啊。我知道小宁啊就是想照顾我，会不会做饭有什么关系吗？她本来工作就忙，回到家本来就该休息的嘛。以后啊你们上班去，我在家给你们做饭。那哪行啊！我跟你说，亲家，孩子们把你接到这儿来，就是想好好照顾你啊。你说你要是闲不住，你忙这个忙那个，他们心里头也有负担呢。我觉得爸说的对，而且我已经找好护工了。这护工呢，白天做，晚上我来做饭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好，好啊，这安排好。对，嗯。别动。来了，转过头，吃到鼻子上。我刚才就是蹭了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听你们的。那往后就让玉恒下厨。嗯，小宁啊，咱们就坐沙发上，看电视啊，玩啊，等着吃。那就对了。啊，来来，咱碰一杯。嗯嗯嗯。亲家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哎呀，不辛苦，身体健康。好吃，我改天再做。谢谢，谢谢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，我也睡了。要不我陪你一起睡吧，你晚上想喝口水什么的，我还能照顾一下你。傻孩子，我又不是动不了，我没什么事，你照顾什么呀？我可不能打扰你们新婚夫妻，快去快去。妈习惯平时一个人睡，咱们先回吧。哦，去吧。嗯，我们去了。嗯。要不，我还是去睡沙发吧。那不行，万一被妈看见了，以为咱们俩吵架了呢，怎么解释呀？嗯，这个床也挺大的，咱们两个人一人睡一边应该没有问题。你确定？嗯，我确定。你喜欢哪边？我就睡这边吧。那我睡这边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还要复习一会儿功课。
你别太晚了。嗯。早点休息。起来了，小宁起来了，快来吃早饭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。你自己起床怎么不叫我呀？你这样妈会觉得我很懒惰，喜欢赖床，影响我形象的。你会在你妈面前担心自己的形象呀？那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的？都是一家人了。来，坐。给你弄了咖啡，合你胃口的。不行，明天一定要我做。你每天要复习到那么晚，昨天都到两点，再起来做个早餐，这好好的日子呀，都得过成铁人三项了。小宁啊。你昨天才睡了四个小时啊。妈，我习惯了觉少。哎呦，来来来，你没睡好觉，不要喝咖啡了，对心脏不好，喝牛奶。我已经习惯了。嗯，对，我要是不喝咖啡的话，上午上班容易犯困。小宁啊，你看你现在要复习考试，不能耽误工作的，这家里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。做什么早餐呢？也别把妈当病人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倒是你们俩，不要老是仗着自己年轻，不觉得，什么都不当回事。那毛病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攒起来的。嗯，好。好了好了，离上班时间还早，先吃点东西，再回去睡个觉。嗯，回笼觉最香了。开动吧。嗯，年底了，别拖了。嗯，啊，跟我玩若无其事？哎，刘经理，我是债主，你是欠钱的，这要搁放在旧社会啊，你要给我当长工的。刘经理，嗯，你那个气质看着吧，确实挺像周扒皮的。再说了，我说不还钱了吗？啊，我第四季度的绩效发了就给你。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平时一点钱都不存。你的债主，你管的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我存不存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万一家里有个急事需要用钱，你怎么办呢？好办呀，嗯，小钱、信用卡、大钱做贷款，再不济我的小车还有我的小包包都可以做抵押。再说了，我在银行干这么多年，我有稳定的收入，我还有金融思维，我还能让我的经济崩塌吗？哎呦，好了嘛，还钱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第四季度绩效发了就给你。你一个干银行的，你不会不知道我这钱存在银行一天就能滚一天的利吧？哟，赵经理，跟我在这说半天就是为了那点利息啊？啊，简单，嗯，我按照咱们银行固定存款利率多一个点给你，不够，1.5个点，成交，从你喝醉那天开始算。周扒皮，周扒皮就周扒皮。你是卢梭哟。您赵经理突然长手了。嗯啊，嗯，不用小图帮你泡咖啡了。我哪敢找他呀，你看他最近复习那劲头，万一考试没考过，别到时候因为
是我让他帮我泡咖啡，浪费他时间，我会愧疚半年的。你怎么这么乌鸦嘴？人家还没考你就说人家考不过？不是那意思，我是看他最近不吃不喝的，人都快蔫了，还有两天就考试了，到时候没考过他肯定心情会不好的，对吧？哎呦，周经理啊，您真是操不完的心，又得催债，还得看着人家小图考试，哎呀，忙死了。小图，你感冒了？啊，有一点小烧哥。我这有胖大海，我拿给你。不用了，我没事儿。小图，还好吧？吃过药了。谢谢季总关心啊，没事。确定？确定，真没事儿。呀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小兔，我不知道找哪儿去了。那个，我给你点外卖。哎呀，我手机呢？睡去吧，我帮你过去。好像